第三道掏法是我们由李长颖教练带来七星刀，一样请大家掌声欢迎李长颖教练。快快的。七星刀为北方三大名刀之一，所谓北方三大名刀就是六合刀、七星刀和八卦刀。七星刀练起来快速敏捷，虎虎生风，充分表现出猛虎下山的气势。七星刀注重腰力与臂力的训练，在凶猛的招式中一再展现出砍、劈、撩、扎等等的特色。李长颖教练为本会三段教练，李教练自高中开始接触国术，从大学时开始跟随陈董教练学习长虹武术，至今习武时间超过10年，目前协助长虹台北总会部分教学业务。掌声，谢谢李长颖教练的表演。